Yo， 欢迎收睇电视新闻娱乐爆房，唔系爆料台。政府已经唔再考虑发任何嘅电视牌照俾任何机构。昨日四大电视台经已联盟成为一间电视台，而新台嘅台名叫做亚洲现代无有线电视台。为配合一个新台嘅启播，我哋将会推出一套金装电视剧，叫做《2012深海猎奇大手臂》。而呢套劇集將會24小時喺阿希希屋企個金魚缸嗰度直播嘅，因為得返個台，睇唔睇由得你。由於咁嘅原因，本台嘅廣告收益亦都大幅提升嘅，而其他嘅節目亦都會植入好多廣告嘅元素喺入面嘅。咁如果你哋睇得呢個電子傳媒睇到發火嘅話，其實我可以介紹你哋落街支持下呢個印刷传媒，买本 Hong Kong Business Magazine 嚟睇，两个月出版一次，而佢入面嘅广告嘅质素系相当之高嘅，各大超级市场报单均有代售。好啦，我哋睇下有咩料爆啦。嗱，首先我哋要恭喜呢个 EDC 先，因为佢俾呢个淫欲牌照部咧炒油，而新上场嗰条友叫做左轮，冇错。而佢嘅前度 Lin Lin 亦都最近开咗一个技招。而喺个记招过程，佢系喊晒口嘅。咁点解呢？因为佢系用咗直标眼药水。直标眼药水唔系净系眼泪色标水。最近亦都推出一个优惠，你买一支佢会送女士最中意嘅巾 ，iPhone 巾，系纸巾。各大超级市场、屈臣尿、猫猫店均有代售。OK， 我哋睇下最近有一单嘢就系。Chan 67俾人影到佢游花园嗰單嘢。咁其实呢單嘢最大嘅嫌疑呢，其实係一个自編自导自演嗰位女主角。而我哋唔会怀疑嗰个男主角，因为个男主角有名你叫做 Richard， 係咪？所以应该唔关佢事。而我哋收到风呢，成个过程亦都係一个广告特輯嚟㗎。而一个广告特輯嘅廣告商就係維珍尼亞爆兩粒酒店，維珍尼亞爆佢兩粒鐘，見到紅燈你千祈咪亂衝。最近佢亦都有個優惠，就係話為咗配合佢嘅房間時尚嘅設計，佢將會係擺放一盆菊花俾閣下用嘅，就係話當你爆到冇嘢爆嗰陣時，連盆菊花都可以爆埋佢嘅。詳情你可以登入呢個 www.virginia2hoursbobbob.com， 听讲话最近好似要排队轮丑添嘅。叮当叮当，下一个 number 7号，以下两位登记，陈生，请到67号房门口，随地接报等。叮当叮当，陈生，你系咪饮住爆菊花系嘛？下次有料再爆过。